你好，老王就在等我们。爸，我们来了！老王，我们已经得手了。是高手。 高兄，放心你一马吧。这两千现大洋，都是刁大爷收回的黑心钱，我们只不过是黑吃黑罢了。现在，剩下咱们两个人，你我们各分一半。高兄，你何必替刁大爷卖命呢？他表面上仁义道德，其实他骨子里满不是那么回事啊。我们都是慕名而来的，结果上了当，现在。 这是脱离他的好机会，我们有了钱，就可以远走高飞了。让我告诉你，俗语说得好，一山难容二虎。正英早就看你不顺眼了，最近跟四姨太他们俩……废话少说，跟我回去啊！
赵伟刀射入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！ 大爷饶命了！大爷饶命了！大爷饶命了！大爷饶命！好大的狗胆！派你们去收钱，居然敢把收的钱带跑了！小的一时糊涂，受了李坤他们的怂恿，请大爷开恩呢。那两个呢？爹就和李淹死了。哼，倒便宜了他们。大爷开恩呢？哼，张成，你还记得我定下的规矩吗？ 记得，说给我听。是，无论是谁要反叛大爷，一律格杀勿论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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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是不是想我？哎呀，莫告诉你啊，高翔最近在老头跟前是越来越红了，早晚会爬到你头上去。还有我们的事，他别生气，我自有办法对付他。哎，你有什么办法？ 不但能除掉我们的眼中钉，而且还能一劳永逸。不过，要看你干不干了。你何必去交代于卖力呢？他表面上仁义道德，其实…… 四奶奶找你，有什么事儿？哼，我怎么知道？哼，谁呀？我高翔。
四奶奶找我吗？进来。四奶奶找我有什么事？哎，走过来呀。四奶奶，有什么事请吩咐。 小高啊，听说大爷在外面又弄了个女人，是吗？我不清楚。小高，知道就别瞒啊。我真的不知道。<笑>其实也没什么，我只不过是想打听打听，男人嘛，谁不喜欢新鲜？小高，你说是不是？嗯，我没有经验。哦，难道你每天除了练拳脚？ 就没想过女人。四奶奶，要是没有别的事，没事儿就不能陪我聊聊吗？小高，老实对你说，我很寂寞，我希望你能常来陪陪我。四奶奶，别担心，我不会让大爷知道。 大爷对我不薄，<笑>难道我代薄了你？<笑>四奶奶，人言可畏，我要到前面去。<笑>你怎么这么胆小？我不能对不起大爷。你也得对得起我呀。<笑>小高，你不要不知好歹。四奶奶，请你让我出去。我偏不让你出去，看你怎么样。 开点吗？好在没有什么嘛。还说没有什么，要不是这一来，我不要活了。宝贝儿，想开点啊！我的好宝贝儿啊！大爷，刚想跑掉。妈的！
大爷，你放心，他跑不掉的。哦，我知道他有师兄在清水镇，刚才他挨了大爷一掌，受的内伤不轻，一定是投奔他师兄去了。嗯，大爷，你想替我出这口气？好，好，好，我们这儿的秘密，高香全知道，万一他抖出去，绝不能让他活命。正英，你立刻带几个人赶到清水镇去，先去见曹三爷。 必要的时候，请他全力协助，非把他干掉不可。哎，是。宝贝儿，哎，快快啊，快呀！高大爷，你老实点啊！焦大爷吩咐的事情，一句话呀！大爷，多费心了。哎。 洪官，啊，镇上有个叫陈鹏的，知道吗？陈鹏？哦，我知道。嗯，他是干什么的？他自己有个小牧场，养了一些鸡鸭。三爷，高翔的拳脚很利落，大概他的师兄也不含糊。哼，不见得吧。 我看那小子很窝囊，从来就没露过一手。别管那些了，你带两个人去一趟，要他把信交的交出来。是。哎，三爷，我要不要去？不用了，洪奎。是。哎哎哎哎，走走走走。 哼，我还以为他是个什么人物呢。 原来是个养鸡养鸭的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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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看你啊，我妈呀，这么高，要是我就不敢往下跳。你顽皮了，程大哥，我们该回去了。谢谢你的鸡蛋。谢什么？蛋又不是我生的。<笑>再见。再见。阿牛，你替我送一下。哦哦哦哦。哦哦 陈大哥，曹三爷那儿来了几个人要见你呀？你说曹三爷？嗯。我从来不跟他们打交道，奇怪，要见我？他们说有重要的事啊。哦。姓程的，三爷派我们来。 问你要个人，见我要人，谁？你的师弟高翔。我跟他志不同，道不合，已经两年没见了。进去搜，慢着啊！我问你们，凭什么要进去搜？就凭这个。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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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正常的，你有种。 陈大哥，你真行啊！进去吧。啊。嗯嗯。嗯。嗯。谁？ 是你，难怪刚才他们来向我要人。师哥，你闯什么祸？一言难尽。哼，2年前，师父一死，你就不安分，要到大地方去闯天下。听说你在焦大爷家里混得不错，怎么会落得这样狼狈？师哥。 要说起来，也许你不相信，这次我实在是背了黑锅，栽在那鬼娘们的手里。谁？焦大爷的四姨太。不要说了，我知道，准是你搞了他的小老婆。不，师哥，你完全弄错了，你没有向我解释的必要。我不是怕事。 但也不愿惹事，你自己惹的麻烦，自己解决。师哥，难道不念一点同门之情？哼，好，我走，我绝不跟你惹麻烦。他好像是受了内伤。 要不要我去请二师叔他老人家来？我自己去一趟。不行啊，陈大哥，万一曹大爷的人再来，我看还是先把他送到别的地方去藏一藏。 麻烦你替我照顾一下，我要赶到香山镇，找到师叔马上回来。你快去吧，我会照顾他的。嗯，要是他醒过来，叫他千万别离开这里。嗯，我知道。 谢谢啊！穿个好几个，这都很。哎，江先生，该你了。好好。哎，请进。哎，好。马上轮到。张大夫，好，坐。躺下。啊。哎。 怎么样？好一点吗？好多了。
舒服一点吗？很好。谢谢。这回扎完针后，你就可以放心，以后不用再来了。张大夫，我真不知道如何来报答你，替我看腿又不收费。啊，别提了，我开设诊所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救济贫苦的人。是是，希望你有空常常来看看我。谢谢你啊，那我先走了。好好。好。师叔。啊，怎么了？师叔，我有事想告诉你。哦。这孩子终于回来了。这个你拿着，先带回祥儿吃下去，看完病人再回去看他。是，师叔。慢着。师叔，有什么吩咐？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不要忘记你师父的遗训。练武功，只是为了强身，千万不可以争强斗胜。我知道。那就好，赶快回去吧。吐出来，绝死不了。师哥，你希望我死啊？没师叔的药，看你活不活得了。要不是知道师叔和师哥一定会救活我，我怎么会逃到这儿来呢？好了，那你就先躺下来，好好养伤。我先回去看看。娟娟，麻烦你替我照顾一下。好的，师哥。这位是？哦，这是娟娟。啊，真不好意思。好了，不要说了，好好养伤。其他的事等师叔来，我们再从长计议。娟娟，我走了。郑兄，就是他。姓程的，我劝你还是放聪明点。只要你把高翔交出来，我们绝不再找你麻烦。哼，如果我不交呢？哦，哈哈哈哈。记不住我的话，谁还有兴趣跟我玩吧？
让他们去吧。阿奴，他们真够狠的。就是在香山镇卖药丸的那个人，他是高翔和程鹏的师叔。哦，程鹏已经难对付了，他的师叔更厉害。嗯，不能力敌的话，咱们不妨来一个智取。三爷，我倒有个主意。哦，你倒说说看。妈，饭好了，该吃饭了。好乖啊。弟弟，拿着。小弟弟，好坏啊，告诉我，有个受了伤的年轻人，是不是在你家里啊？哎，好乖啊，告诉我，你家里还有谁在？啊？哼，你说不说？怎么还不来呀？妈，你先吃，我去看一看。你什么人？你找谁呀？这儿有封信，麻烦你交给姓程的。你是？我是曹三爷派来的，姓程的要是不交出高翔，你的弟弟别想活命。要我今夜以前把高翔送到红发仓库交换小弟。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可以把高翔送去？你先别急，让我考虑考虑。娟娟，你马上回去叫高翔到师叔那躲躲。
我来了，出来照个面吧。你来了没有用，我们等的可不是你呀。小弟呢？他不会在这儿，除非你把高翔交出来，要不然的话我们不会放过那个小鬼。卑鄙的东西，有种的就冲着我来。别冲动，你还是先回去看看。阿牛，快开门！施叔跑了，娟娟一家人都被正义。别让祥儿听见，有什么事到外面去说。走。正英为了祥弟，派人杀了娟娟的母亲，又把娟娟姐弟抓到县城交死。如果我不把祥弟交出来，他们两个生命会立刻发生危险。不能让他们再逍遥法外。明天早上我到省城找李队长，请他们带人到县城里来。师叔，那娟娟姐弟危在旦夕，怎么等得及呢？恒儿，我们不把祥儿交出来，他们绝对不敢伤害娟娟的。我实在对不起娟娟一家人。不要难过，师叔，天一亮我就赶到县城去，看看娟娟的情况如何。也好，你先到交府，天一亮我就赶到省城去找到李队长，然后我们在交府会合。好。祥儿怎么不见了？我马上去找他。好吧。他一定是听到。哎，你要不喝茶？你要不喝的话我可走了。请你帮帮忙，求求你替我松绑好不好？那怎么可以，要是给焦大爷知道了，哼，我可没命了。我要你究竟要什么嘛？我要方便嘛。好吧，你等一下。凶啊！嗯，
好啊，这儿可真热闹，大爷。你说要进我房间问他口供，原来是这样问的。哎，这样他才肯说实话。哼，我才不信呢。把他交给我，看我有没有办法对付他。哎，宝贝儿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男人有对付男人的办法。女人就得由女人来对付。大爷，你们，大爷，都布置好了，石矿场跟这儿，两边都布置好了。嗯，这儿人都交代了吗？交代了。嗯，好，现在就等着他们自己来自投罗网了。嗯。那第几滴关在哪里？高爷，轻一点。说，不说，我扭着你的脖子。我说，在哪里？在石矿场。石矿场。哼，我看你这一次再往哪里跑。把那对姐弟放走，我跟你去见焦大爷。不必，我们现在就送你上路。呀，
真的不要命了！我不能让他们姐弟俩。他们真在石矿场。你已经去过了。我刚到刁大爷家去过了，抓了一个家伙，逼问出他们在石矿场。这回，石矿场就更难闯进去了。那是，石矿场是个幌子，事实上，是刁大爷犯罪的大本营。难怪他们把娟娟和小弟送到那儿去了。师兄，那儿防卫森严，如果要想救出他们，就只是凭我们两个人，恐怕不容易。我倒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只有用我去交换。不行，我虽然急于想救出他们姐弟，但也绝不能亲眼去看你送死。我是咎由自取，他们都是无辜的。这绝对不行，让我动动脑筋。你躲一会儿，我出去有点事，马上回来，千万不要乱动。既然来了，他们一定会去石矿场。他们两个倒是好对付啊，就怕他师叔来了。那就非要您大爷亲自对付才行啊。哼，一个乡下卖药的土郎中，我就不相信是怎么样个了不起的角色。大爷，小鬼跑了！小鬼跑了！
关在这里。 你怎么来的？高二哥，他叫我来的。高二哥，嗯，你姐姐呢？她姐姐被关在焦家，高二哥也在那里。哦，好，我现在去焦家，你在这儿等我，不要乱跑。 阎王爷，啊！你小高，你还叫不叫？再叫，我就扭断你脖子！说，为什么要陷害我？你说不说？你太不解风情嘛！哦，很好，有你这句话就行。现在，我要你当着焦大爷的面前。 把这句话再说一遍。小刚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你是怎么样对待我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慢着，高强，哼，你真有种！哼，不然能在你焦大爷手下混口饭吃吗？赶紧放开！他有话要对你说，说。
高翔，过去的事不提了。只要你有诚意，我还是愿意重用你。可是你得先问问我，愿不愿意？你打算怎么样？很简单，如果你不愿意加手外洋，最好把抓来的姐儿放走。正英，去把那丫头放出来。哎，大爷。是。是。慢着，我们一起去。快快追！快追！快快快快！快追快追！Hey!
我有话要跟你讲。有话你就快说吧。反叛大爷的并不是我。谁？是正义。他和四姨太早就背着大爷勾勾搭搭的。啊？因为大爷你对我好，我又知道他们的心情，所以他们才定计了陷害我。你胡说！我已经快不行了，我还会骗你吗？胡说！你胡说！你胡说！快去救娟娟。
师叔，祥弟呢？